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如芝。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属于喜欢就是素颜，或者是可能就是擦一个防晒霜啊，然后就出门，因为你知道要抱自己的 baby 的时候，如果脸上有很浓重的妆的时候，这样子去摸它，它就会你知道会对它好像有伤害，然后自己的皮肤也会感觉很有负担。那最近刚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医美的科技，然后也觉得这种事半功倍的方法可以快速的达到保养的效果，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生活上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基本上你有了宝宝之后，你的三餐还有你的睡眠都没有办法很正常。其实真的就是我很开心可以认识美国英婆，然后我觉得她厉害的地方就是她时间很短，可是她效果很快，你就很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轮廓线都变得非常的明显。最明显的就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平常包括你眼下啊、眼尾还有你的一些法令纹，然后甚至是你知道有时候难免就是女生会有这可怕的木偶纹，你都可以看到它的改善，然后还有你的肌肤也会变得比较透亮，那就会看起来气色也比较好。其实呢，它的那个机器上面，然后还有它的探头都会附上 QR code， 其实你只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去扫那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认证。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找合法而且有真正专业执照的诊所跟医师再来做施打哦。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只要你在越年轻的时候，你先提早去做的话，你就可以 keep 住你现在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建议大家，好不好，一定都要去做美国英波。